表演之后呢，那接下来，对，很可惜的是要由我们的刘靖远所带来的表演。Unfortunately， 要不要讲一下你们今天所要带来是什么样的表演呢？我们少见的要来带一个稍微认真一点的表演，对，不嘻哈，不嘻嘻哈哈的，对啊。70几，我记得这好像70打6几，我自己拿。不要，你自己出啊。那你说我先就好。啊？不行，我不你，我斗私斗。你不赢。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，心头梦露的口，但心却还流通。当我们一起走过这些伤痛的时候，抱着碎裂的心，继续下一个梦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并不会退缩。